I gave you my heart。近期热播的韩剧《林森九》，因韩国网友对于出现在剧中的中资赞助广告相当的不满，之前在《女神降临》也曾出现过此底自嘲，因此制作方决定删除有争议的部分，像是去韩国泡菜石锅拌饭 PPL， 只要有争议的戏份会全部删除。目前韩国国内已全部删除， Netflix 也会跟进全部删除，以后将不会在韩剧中再看到中资赞助的广告出现。对于两方的争议真是越演越烈啊，也有些许观众说连看个韩剧都要这样，真的是很令人无言啊。还是不影响林森九的受欢迎程度，目前播至第14集收视率 AGB 全国收视率 11.268%， 首都圈 12.487%， 稳坐收视冠军宝座。因 Penthouse 2已完美收官，林森九收视率后市看涨，网友表示不要烂尾就好。